的境况，他知道我们的状况，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祝福，所以觉得很贴心，很感谢。对，谢谢师长，真的太贴心了。你看我打你了。好，可能我想是猜对了，来，来，还有什么问题？区，然后听说你只要每个区骑到那个印章，还可以得到一个小礼物。然后呢，更推荐大家去看看我们充满回忆、充满过去辉煌历史的一个作品。然后，可是现在它却有另外一层的生命的意义。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每一个作品，去感受到每个创作者的用心。嗯，我不知道。我非常喜欢。不只是演唱会，甚至他们有任何创作的发表会，我都希望他们到这里来。我刚才私下跟他们讲，他们来我一定给他最好最好的折扣跟价钱。谢谢市长，而且互相相挺。对对，互相相挺，而且这些话都已经被录音笔录下来。还有其他问题吗？好，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分别进行啊。谢谢，我们这边进行跟中山文创园区相关的问题。那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要多来文创基地节。对，而且除了去看那个艺术作品之外，其实每个周末都会有很棒的乐团，会有一些表演，是。然后甚至在这边都会有一些很棒的那个剧场，对。然后有一个剧场叫做。对，就是大家真的有空的话都可以来这边走走，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台北市生活在台北市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美食都开到很晚，然后你会都半夜听歌到那边想，然后重点是周末假日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欣赏非常棒的作品，然后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的多一些休闲感，然后也可以提升自己心灵的层次，我觉得真的很棒。讲完局长立刻飞上天，我是真心的，都有很快乐的心情。很多人都说这非常喜欢，刚才我们请 SHE 代言是对的，没错。谢谢，再次谢谢三位，谢谢市长，谢谢主持人。对，告诉大家，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SHE 第十三张专辑《花又开好了》首场签唱会就在松山雨。文创园区，11月25号，对，然后是室内的场地，所以呢，其实歌迷朋友也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然后现在天气渐渐变暖，在里面狼藉也让可以休，也不用觉得受寒，所以其实是非常棒的，掌声鼓励。很好，希望都可以来这里参与台北市政府的安排，也参加 SHE 新专辑的活动，祝你们专辑成功，也祝活动成功，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这个我们松山文创园区的副总监周六敏周副总监带领我们市长、局长以及媒体参观我们的园区。同样也谢谢 SHE 今天特地来到这里，专辑今天发行了。好，那市长、局长，我们一起去参观园区。